彭于晏出道20年，凭着高挑精壮的身形和阳光帅气的形象，虏获无数女粉丝的心，是许多人心目中永远的男神。不过最近进入疯狂隔离轮回的他，却越来越不注重形象，在社群狂发自己各种乱发蓄、胡颓废的照片，地位不止瞬间从男神变成那男的，后来居然还被大妈们集体嫌弃。原来是最近有好多女粉丝把彭于晏隔离崩坏的照片都传给爸妈看，并开玩笑说这是自己正在交往的对象，没想到竟然遭到妈妈们的疯狂嫌弃，直批这个不行，我看他丑得很，头发翘成这样，不知道是多久没洗，像个森毛贼似的想吐，看起来起码50几岁。还有人要女儿直接把彭于晏打入黑名单。我没看住他那哈帅，然后他那个首先你给我看那个照片，我看见真的不舒服，真的不顺眼，像森毛贼一样的，干点都没这个形象。直接打入黑名单哈，那个人哈打入黑名单，老子看那个形象都要吐。我那都没穿成，哎呀个脑壳像好久没洗暴击过呀，一看就是个烂嘴。今天我带起他的领导来找你们吃饭。不要带起来，你带起来我把你脚，一脚还把他抓出去。暴击暴了。各种爆笑的对话疯狂涌出，让彭于晏被四川丈母娘集体嫌弃，冲上微博热搜。不过男神似乎还是没有被影响到心情，今天又在 IG 限动分享自己一头乱发满头大汗的运动影片，这么放飞自我真的只有你了。